你先淋了啊！我都好久没这么洗头了。是吧？都在澡堂子里面是吧？嗯。哎呦喂！挺好的，那桌下再找也用盆洗。都得铺这个呀。嗯，那剪片很多碎的话，能有吗？有，你以为是这样骑着剪就没有了？两位，咋一个东西？哎呀妈，直播间还有那么白？我说给大爷那么白不皮啊？不够吗？行，挺好看。嗯，我看咋了？嗯，我看，一会儿他该改墙了，丑死！我这么说，我这么说说不好看。还可以，洗了以后说还可以。就是我咋一个吊甲树和紧了不好看？脑袋小。你洗了以后那个还真还可以。嗯。我让他们平常还有我想好一下。你瞅瞅，他没数，我数的。嗯，我自己重数一下，看眼睛。我也演示一下，这相机交给你们了。好的。你最好是站在这边拍。这样子，就能看到我这个剪刀的，主要是拍到这一块。竖着拍还是横拍？横着、竖着都可以。这剪完就给钱呐？钱给了我40000了哈。你最好不要说到这个里面去了。对呀，都已经说了，那你能不能剪下去一点？来了，头列好了吗？嗯。妈呀，我都卡不了，要不就留着。真剪了。我都觉得你瞎剪了。没有，是插进去了还得剪。嗯，剪吧。你剪一会儿出门会卡死。哎呀，剪吗？你剪吧。别拍了，别把这一颗留着，砍不了。真剪了？嗯。再往后面拉一点吧。哎，又长一点。还没剪啊？剪了哟。嗯。哇，他还没这事儿，你等剪完一看，有点丑。决定了。你剪吧。他还整个挺平静，我憋汗都出来。你剪头这么严重啊？我也有这种时候，我要下去的时候。